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喜多利 CI580 的这个泵，电机和泵啊，电机加泵。好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是它的这个壳子。这个是电机，这个是泵。我现在把这个膜拆一下，然后给大家量一下这个插头的尺寸。这个塑料这个螺纹，这个丝扣是11毫米啊。这个是安装的一个O型圈，这个是电机排线的插口。好，我把这尺寸大概给大家看一下啊。也可以单独买电机，也可以。电机的话，这个是。这个孔中到中的距离的话是50毫米啊。然后这个螺丝孔到孔中心距的话大概是55左右。盒子的尺寸是77毫米啊，这个就是喜多利 CI580 的泵。